你知道小布丁雪糕是怎么做的吗？其实方法比烧开水还简单。准备500克纯牛奶，100克棉花糖，小火慢慢熬至融化，再过滤一下泡沫，放凉后倒入雪糕模具中，盖上盖子，冰箱冷冻2小时就可以吃了，奶香浓郁，老公的4个儿子都喜欢。